像是剧本对就简单，对啊，这只是剧本问题而已啊。火珠这个地方，合体魔法，感觉有机会一波带走，可以。这支撑得住吗？有办法撑住他的攻击吗？这只陶德打多少？26252，哎，可以啊，撑得住啊，也不会死啊。啊，可是他固定扣血100%，所以也不行。固定扣血100%，所以这边一定要干掉。12345，看一下。OK。三回合带走，然后这边的话先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这牌珠要开吗？应该就不用了吧。看一下，哎，水珠、火珠，天降一。哇，天降真多！OK，好，这样子三只入侵轮流开。来，第二只再开。来，第三只再开。第一只又跳了，好，再开。接下来王一哦，王一的话开龙科哦，露西加龙科。冰河的话应该是不要先变身会比较好，不要先变身比较好。
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哦，这样子魔法跳起来之后就简单了。哦，魔法跳起来之后我们就简单了，就是这样打。OK， 泉水露西。好，接下来这边呢，我们就磨一下。等一下冰河其实可以开啦。可以更快的把他打死哦，露西无限开，差点被烧死。好，冰河跳了之后，我们直接开冰河，好，然后继续开露西，然后这个合体魔法也可以开，烧一下，好，加快速度。噔，好，11下，这一只露西再开，然后左边露西再开，好，最后一回合，好，魔法再跳起来，好，太强了，这边开，先开水瓶座黄金正义，然后再开金光火焰旋风拳。然后再开合体魔法，然后再开露西，哦，这样子。可是不能烧那么多下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随便转啊，随便转啊，随便转啊，不管了。龙科，我是觉得没龙科也一定可以过啦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开一个龙科保险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不要浪费技能，除非你在拼榜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泉水配置，哦，这合体魔法算蛮好用的，蛮多关卡都大放异彩。